盛的时刻，把大家有求必应，祝福大家福气满满。那我们今天大家来到龙德宫，这位咱来啊迎接咱的新妈祖，今天啊大家来到宫会讲七美哦，啊好阿头麻烦你，大家等下你弄好收拾哦。但是喜悦的笑容是掩不住的，今天我们看到众神社的一个啊工作，我们进程圆满，这是我们建庙元年大家最大的福报，也是我们牛年收到的第一份大礼，开春第一香炉，大家都收到福气满满。好，我们的信众大家可以来参拜奉香啊，委员会等一下我们会领取市长先为我们处理啊告辞。好，我们的信众，今天参加咱顺吉庵进入的所有的咱的一路陪伴，所有的信众，应该是温暖、较感动的心情。感谢咱的无量的各位团队，包括咱的领受主、永主、陈秘书、陈委员，咱的指挥副主委，咱的清泉副主委，我感谢咱的。